你干什么？你在这儿要？嗯，什么？死吧！定！怪物推三！真是的，就知道被骗了，挨草没用。 什么？不是我对这里做了什么，是那个小店主，他是个灵族，用法术将这个荒宅伪装成了旅店，每天白天会在山路旁边拉客，晚上就用迷香迷倒客人盗取钱财。然后你们就黑吃黑。他看出了我的元能不凡，所以今晚加大了迷香的用量，导致整个旅店的人昏迷过深，无法恢复清醒。 或许是因为你们身上有二当家的护身符，所以才逃过了一劫。你们灵族那些破事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现在，旅店里的人昏迷不醒，我也没有办法，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和我一起去趟鬼市，找一件可以救醒他们的东西。你力量这么强，想找什么东西轻而易举，我去了反而给你添麻烦。 <笑>你说是吧？此行必须由你在身边才可以。别听他的，小心有诈。为什么？你和你的手下去不就行了吗？阿星他们需要留在这里看守那个灵族和旅店里那些昏睡过去的客人。如果把你们留在这里，出现了任何的意外，你们无法自保。 你把这个落在了房间里，拿上吧，拿上它，你能安心一些。放心，你如果想杀我，我是不会躲的。